热情、坚强、可靠、宽大，找到自己的优点，可以像我一样成为一只骄傲的狮子。我是小美江美琪，现在是早上9点钟。您现在收听的是FM92.7 亚洲广播 ，FM92.3 亚太广播 ，FM89.5 飞扬调频广播，开创资讯新视角，视野，音乐无疆界，娱乐无时差，亚洲广播家族 ，HI Radio Family。